度，你也同意艺文纳入到本国旅，所以你要让我说完吗？没有，不行，我们纳入适用范围，因为我觉得我非常不认同。振兴抵用券目前暂定本国旅使用，国民党立委林益华为此向文化部长郑丽君抗议，当场吵起来。不需要当地使用，全国都可以使用。我们已经知道不用当地，这我刚已经说了，我刚已经说，请你专心听我的质询。我都已经说了，我知道可以异地使用，至于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哎，委员啊，再抱歉，我要问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院长，抱歉，我的时间，请闭嘴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原本想缓颊，却被骂闭嘴，只好直接参战。都不让人家讲，是啊，因为你们讲的东西我都知道，就不需要讲啊。你都知道何必？观众怎样？你的再来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都变成声音很大。再一个问题哦，然后有关于教育部，最后抱歉，听不清我的时间。主席，请制止一下好不好？你看最后变成这样，反正就是这样，这是我的时间呢、啊、人家再来，我要请问一下，有关于现在郑部长说的没有一句话让他讲。我天啊，被骂的苏贞昌也不愠不火，狂酸这样质询真是浪费。反观民众党立委蔡壁如，第一次质询倒是充分利用时间。那这是我最近我一直在倡议的，好，那让院长看一下哦，在这里讲就是我们是小党，台湾能有民主自由的制度。立法院议场里大荧幕播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画面，这是民众党宣传影片，苏贞昌笑着看完。委员是借机会做政党宣传呢、啊。刚才你那个影片，哎，没有，这个还是要去提倡议倡议。新国会质询，老将新秀抢出头，就算没变赢也成功博得版面。三立新闻报道，张鹤启报道。